每月数量都呈上升趋势。早在2011年7月，公园的一起猴子伤人事件就曾在当地引起不小的热议。一位母亲在公园里给男婴换尿不湿的时候，一只猴子突然窜出来，一把抓下了男婴的一颗睾丸，并吞下，所以呢，就造成了这个攻击性越来越强。 游客给猴子们投喂大量食物，不仅对游客安全造成威胁，也给这片美丽的森林带来前所未有的。孩子的手背上被猴子抓出2道痕迹，原本兴致勃勃的小姑娘显然被吓坏了。周围的游客虽。